京儿子，啊，都是中国人。那边去什么？你给我说一下，我给你安排两个。我真不干这个事，别这样说，闹呢。不是，你给我说一下，给你安排两个。我不能干这种事情，好不好？挺好的。还没去泰国呢，泰国了就能不安排你。泰国不安全。拉倒吧，很安全啊。去缅甸行吗？我现在中国护照马上对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免签了。他人家站牌多，然后四十分钟我就吃饭的。麻烦我们应该是。